没有太多的建设细节，我们实际上是偏向于应用方案，就是我们这个邮储银行的，简单说一下，我们邮储银行大量使用Apache的开源软件，一个是也是为了从节省成本上看，一个是为了自主可控的这个方面，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的。然后我今天的议题有大概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大数据储藏以架构的一些介绍和挑战，第二个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Apache Linkis这方面的一个应用的实践，给大家简单进行分享。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参与了Apache一些社区的贡献，也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第四个就是我们未来其实发展的一些设想。一步就是我们这个目前采用的一个储藏一体的一个架构，就是我们邮储银行呢，大数据这个板块呢一直坚持自主可控开放的一个理念，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银行来说就是有海渡口或者 MPP 相结合的一种融到一起的这个架构，然后我们也有新增的一些实时处理的这个链，也就是说在基本上在海渡口上搭建了一个东西，比如说银行和五大行之一嘛，就其他四大行大部分是 MPP 数据库为主的，因为我们主要是从海渡口这方面提取的比较多。然后在融到一体化的时候，我们使用是主要是 SQL 这种基础，然后是用 Spark、Flink 这种计算引擎，是基于这个 Apache 这个 Linkis 构建的一个相对来说匹配的一个底座，主要目的呢是提升这个数据服务的时效。就是基本上刚才讲的，就像比如说 SQL 或者是这个 Bitop 或者 Berry 这些 Autoworks， 我们基本上都有设计。你看出我们用的其实用的组件也是相当的多，其实作为一个应用方来说，掌握这么多技术也是不大可能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技术组件是特别多，就是我们技术环境来构起来是特别特别的复杂。就是我们现在大大小小的开源机器也有十几个，就最大的一个多租户的一个机群应该是超过了单机群超过600台，这个在其他的互联网行业不是少，在银行业这个系统比较大的。最初的我们机群上的一些上层应用呢，就是直接连接这个机群。其实这个做我还是需要了解，如果是他们这些机群的话，开源的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免费，然后可能开始简单的场景用起来特别容易，但特别复杂的场景的运用完用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别扭了。然后尤其是这个技术环境变动，上面的应用全部变成变色，在银行里面有规矩也特别多，然后我们其他工作是特别多，这生产力的风险大，如果变动出现问题，我们就基本上是很好的。也就成于就是我们就基本上我们继续做一个破缩容，就是由于海渡本身这个体系，它这个也就是我访问一个数据，就是其实如果用10年这个海渡机群的话，所有的数据节点都保都在保证上面，那银行里面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网络线，那个网络线你会发现有时候有一个做不到位，就导致其他用客户端就出问题了。第二个场景就是说我们还有 server 或这个中期优化，就是很多应用数量就大了，但是每次重启一次我们都需要协调各个项目进行这个前期操作，因为还有 server 2这个东西不是说这个做的不好，因为这个开源版的网上确实有一些问题，我们也说实话做应用方也找不到原因，就是简单的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就一个办法重启一下可能就好。这个也是作为大很多事我们也跟同行们交流过，就是作为我们这种偏应用的确实没有办法，这个可能是最好的办法。第二个就是技术有难度，就是确实这个我们用的组件这个这么多，就每一个人可能每个人每个组件掌握起来就需要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这个东西这个开销在我们银行里面其实确实是挑战就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做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主要是应用开发人员为主，就是我们用的 Flink 还有 Spark 这个 HDFS 这个卡布达 HBS 这么多组件，每个组件不能说这个开源设计组件做得不好，其实它做得太好了，就是因为太好了以后可能有些问题就解决不到位了，所以就是可能遇到一个局部的小问题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就是每解决一个问题，用的越深，这个技术门槛越高，我们就解决不了的问题越多。然后如果这个放在应用方去放大它的话，就是其实发展这个满意度就会持续的下降。第三个就是也是就是开源市场和 Apache 这个好多组件都比较繁荣，
那繁荣的结果就是它这个版本游戏的实在是太快了，这个它因为太快了，我们就必须得跟着变，一变呢你这个 API 往下兼容蛮好，甚至好多这个我们也是这个福利的，大家能看到最近的几个版本这个 API 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是好多东西如果直接升上去可能就直接跑不动了。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我不升级，那有的我们有的应用项目就是我们属于平台和应用关系，应用项目有很多，有的应用项目它就是本机库，有的同学他就是也喜欢用新的，你没有办法，这个因为平台你就要支持它新的，旧的新的一起支持，这个基本上就很难搞定了。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元数据存储的问题，那么这银行来说我们基本上使用 server 比较多，server 比较多的话就是 Linkis 然后这个开到出来之后呢，它的存储的地方又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特性是比如说有的用户规模还有 Metadata 来统一，有的就是它就是没有的情况下它就想着在一个地方去访问这个元数据，那么这个就很难解，就是我们会给它开通多个 Metadata 访问权限，然后这些东西它自己用的不当的话，这个也会造成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应用方其实有时候在用的时候它可能坏了它就让你修，不管你修好不修好反正就是你的事儿。要面对这几个挑战呢，就是我们在两年前也就基本上开始想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正好有一个微众开源一个 Linkis 的应用，那时候我们最早开源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捐献给 Apache， 后来捐献给 Apache 的是 Apache Linkis。然后针对几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这个 Linkis 呢，首先会屏蔽下面底层的一个变化，它往外在启动的一个接口的时候就是一个 REST 的接口，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应用就不需要关心那么多东西了，然后这样就会屏蔽一下这个应用跟下面底层的一个联系吧。然后我们就基于这个 Linkis 开发了内部的一个研发平台，然后统一的就是一个 REST 接口，然后在上面做一些这个集群管控啊、部署啊，尽量屏蔽我们下面在干啥，我不想再通知你了，就是我们尽量做一个屏蔽性的作用。基本上我们就是完成这个Linkis 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作用吧，包括之前。那个口碑也在，因为我们也经常跟他们交流，就是以前我们也是用这个 OnWorks， 包括这个刚才那个同学在讲的 BigTalk， 因为我们也是面临这个 On 改造的事情，这些改造肯定有影响，但是通过 Linkis 的话可以达到一定的屏蔽效果。第二个就是我们商业银行还是做应用为主，应用其实我们这个包括我们技术人员的能力，不便叫一个互联网大厂吧，或者说。以技术为生存这个生命力的公司来说，这个门槛肯定是往下走的，因为大部分人他只会写 SQL， 他其他的包括这些写的 Java 程序有时候也挺费劲，因为他也不了解太多底层的技术，他也写不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提供一个 SQL 的一些嘛。然后我基于这个 Linkis 里面它有一个 GitHub Script， 它提供一个 SQL 边界的调试，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应用这个组件再加上 Linkis 的引擎，然后就基本上一个 SQL 就能搞定了，大家在这个 SQL 编译器里面做，就是可以降低开发人员的一个技术门槛。这个里面的基本上是外边接件型，这个可能在其他同学看来这是一个很小的功能，在这之前我们基本上都是命令行，大家在这里敲一敲。不能说命令行不行，就是命令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银行里面我们用了一个什么这个我们需要做一定的隔离，其实这个用上线之后它也能接触到 SS 数据上的几率都比较低，然后你稍微一些做一些其他操作一个基本上的监控，然后这个事那个事是相当麻烦的事。也还有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同一个组件多个版本是怎么去解决的，因为 Linkis 它是抽象了一个计算引擎的概念，它这里面就可以你可以发布多个的这个计算引擎的版本，比如这个我们现在用的最多就是比如说这个 SPA 的版本，因为我们可以定存3.1、3.2和3.3，大家想用哪个版本想用哪个版本，多版本可以解决说有的项目就喜欢用新的，那你就用新的，你想用旧的你就旧的，但是这个有个缺点就是说可能这个版本之间的兼容性不是特别好，这个我们可以交给应用项目组自己去用，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试用，你这些引擎可以挑来挑去的，这三个引擎随便切换。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 Script 提供多引擎切换的一个功能，你可以切换来切换去，跑不同的结果。
然后在这个元数据的统一方面，我们基本上以 Have 的 catalog 是为主的，包括这个我们新引入 SQL 或者 HBase 的 catalog 或者这种 MPP 的这种数据库，基本上如果能接入 Have catalog 的话，你接入 Have catalog， 如果不能接入，我们就用了 Linkis 的一个公元数据的这个模块，然后封装成这个跟 Have 差不多类似的这种一种模型。然后这是通过这种模型统一的，就是大家对这个我们这个应用开发的同学是非常友好的，他不需要了解那么多，大家界面上简单查查就可以查出来。然后我们再介绍 Artis 的能力，把这个技术学研给他做一做。然后这个其实基本上在我们这已经属于相当于一个质的一个提升了。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我们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跟 Apache 社区的一些构建的一些工作，就是。我们最早在做这个 Linkis 的时候，就发现这个 Linkis 因为可能互联网使用版 Sample 这个数据库比较多，但是邮储银行一直以来就是使用的是这个 Postgres Sample 这个数据库，我们行业大部分系统都是 PT 系列的，我发现就是说我们用版 Sample 没法用，所以说我们就开发了一个 Postgres Sample 的这种一个分支。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跟开源共建呢，因为我们发现这个 Linkis 也有一个问题，因为社区发展也太快，版本更新也很快。就是如果我们不参与共建的话，就是我们就会被动。就是它每增一个版本，我核一些，每增一个版本核一次，就是特别累。然后我们就基本上在行业申请了，就是基本上参与社区贡献。但是在传统银行里面参与这个 Apache 贡献，确实挑战比较大，因为说实话，这个制度约束特别多。然后我们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到参与这个阿帕奇的一个贡献。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念词数之前来三的这个支持。Linkis 有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使用过程中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会把一些日志的一些小文件啊，我放这个这些白字去。可能你这个开始用的时候，人家比较少，感觉不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集群这么大的集群的时候，每天产生的作业都五六万，然后每个产生一个小文件的话，这个时间一长就很恐怖了。然后小文件来说，对于这些 FS 这个是比较致命的，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存储迁移到 S3 上去，因为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特别关键的这个数据存储，所以迁到 S3 上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特性。我们对设计东西还有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啊，就这个上面说是两点，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第四个部分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些我们一些设想吧，就是因为刚才也提到这个 SQL 这种技术，其实它可以解决流体一体的问题，但是它也面临很多其他的问题，例如说我这个存在不知道过期的小文件合并了，世界十分钟一管理。其实 SQL 它没有。我们在用使用过程中，它没有这个服务，它只是一种格式，类似于 Puppet 的 ORC 一样，它没有自己的服务，但是这些整理的工作全靠外部的东西去做。但是什么时候触发这些工作的周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如果看我们数据的变动跟这个 SQL 表变动，再利用 Apache 这个能力监测的变动的话，再更仔细的去启动这些操作，然后这样的话一方面会影响正常的渲染，另一方面你就可以在及时的去触发这个动作。第二个就是Apache Linkis， 说实话它是一个基于服务框架做出来的东西，它开始的时候服务特别多，到现在也做服务的经典，但是即使经典了也是有一定技术门槛，它部署起来是不是特别的便利，就所以基本上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不能做平台的话，并且推广的行业推广的其他的项目组使用的时候，就发现帮他们部署一遍也很累，所以就是基本上也是跟社区在参与这个共建，把这个它的容器化做出这方面的工作进行推动。容器化以后就是可以实现，就是说这个如果起个推广 S 地区，马上就可以获得这个能力，可能或者小半天的时间就基本上能做到。如果叫以往，我就基本上我们会花很长长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想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努力。我分享到现在到此为止。